大家好，欢迎光临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Pyramids Crypto。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；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等着订阅地步。在我们开始今天，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设置，介绍最近介入市场的项目。所以今天大家，我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并入一种叫做 ADAX。ADAX 是一种自动流动性械跟踪交易。可当我生态系统也完全去中心化合肥动管的方式，ADAX 没有叮当部，我们消除了所以中介负责性合同事中的繁琐程序，为用户当中不受限制的交易自由。不需要审查或吸收对其资产的控制，用户可以保持对其代币的完全控制，而无需提供库存他们的需要，以便他们的订单可以在金融交换这样去中心化，不仅支持用户。因此，当一关于销售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转身损失的方向，交所安全受到损坏的信件。我们现在可以看他们的白皮书，在这里。本白皮书中有很多内容，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经常查看。你可以点击在这里，这是他们的白书。本白皮书中有很多内容，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进行查看。但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代币精确。在这里，代币，它们的流动性被放置时，它们的团队代币。被放置时，公共分配股份，此时虽然销售25%，跟他们的质押是15%，被放置15%。我们现在去看看他们的流行度。在这里，流行度，他们的流行度，大家他们的流行度，我们可以看，在2021年，他们已经信了营销和品牌知名度活动。并且在推出卡尔的诺智能合约之后，他们还有卡尔的诺基金和合作。ADAX 流动性和 ADAX 交换，这个是流动 ADAX 流动性和这个是 ADAX 交换。在2022年，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集成销量并行动 ADAX 白色标签。
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社交网络。现在我们住在他们的网站，他们的网站是 adax.pro。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社交，在这里你们可以怎么说？你们可以点击这里，你们可以在点击这里。我们去在现在的在他们的 Telegram， 我们可以看他们有十天四人在他们的在他们的 Telegram。还有他们的 Twitter， 我们可以看，他们有十天六人在他们的 Twitter， 所以大家，你先买，你可以点击在这里，所以伙计们，这是视频的机会，很快见。再见。